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进入啊第四个单元，信这个部分，那也提到了，信是人言，凡出言呐、啊，信为先。那信也含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信义，就是义务，一个人做人的本分，不需要说，但是啊，常常放在心上，时刻啊不敢忘怀。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父子关系，很多的孝子，纵使已经离开母亲50年，在这一段时间，他还不断啊，希望能找到母亲，可以好好啊奉养。所以后来确实皇天不负啊苦心人，宋朝这个朱寿昌也顺利啊找到他的母亲，而且不止接母亲回来奉养，连母亲后来生的弟弟妹妹啊也一起啊照顾。这都是读书人啊时时把本分啊放在心上。我在澳洲听杨老师讲德育故事，每一次啊几乎都是泪流满面。刚好我隔壁啊坐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他长得非常魁梧，一个大男人，那刚好我在听课啊都一直掉眼泪，他呢看我这个样子啊还把卫生纸啊推给我，然后不敢看我，就慢慢推过来，所以呢他也是有很温柔的心。那为什么我眼泪一直流呢？因为每一次听啊，比方说听到指鹿父母，指鹿啊当他还很贫苦的时候，他也是尽心尽力啊奉养父母，都要走到啊百里之外啊去把一些米粮啊扛回来，而他一路上扛着米粮啊不止不觉得重啊，还觉得内心啊很踏实很欢喜，好，因为啊他在尽为人子的本分。后来啊他当了官富贵了，每一次吃饭啊都很丰富，但是他却啊吃不下去。旁边的人就问他，这么好的饭菜你怎么吃不下去？子路说啊，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他们都无法跟我一起享用，这都比不上啊我当初啊帮父母百里之外扛米粮啊那个吃起来啊才香才踏实。所以一个圣贤的故事啊让我感受到啊什么才是啊做人的真味道。所以一直听呢，一直内心在呐喊，做人就应该是这样才会痛快。所以很多朋友也会跟我一起讨论啊如何学习我们圣贤的教诲。那其实学圣贤教诲最重要的、啊、要学什么？要学圣贤人的存心，要学圣贤人的用心。所以圣贤人他的存心就是时时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时时不敢忘怀，时时啊提得起来去与人相交。当他时时都是德行提起，那他的这个坏习惯自然而然啊慢慢啊就不见了，就消退了。所以我们熟读《弟子规》也是啊时时以圣贤人的心行啊来自我关照自我提醒。相信啊宽为限啊谨用功，功夫到自摄就通，
而当一个人真正用圣贤的存心跟行为去做事，你每一天啊一定会有法喜充满。好，所以提到这个信呢，就是因为啊它是义务，它是本分。那我们昨天是提到了君臣关系当中的道义恩义，那在为人臣子方面，我们昨天也提到了不应该啊意气用事，应该用理智跟领导者好好啊沟通。所以其实人与人为什么会冲突，大半是因为啊距离遥远，缺乏沟通，缺乏沟通久了就很容易对立，很容易矛盾，之后就冲突了。所以为人领导者啊也应该大开这个沟通之门，能有雅量啊接受下属的劝诫，而下属啊也应该有劝诫上司的责任。诸位朋友，你敢不敢劝你的上司？我也听说一些朋友说哎很不敢，甚至于说啊这个单位的上司啊两三个，到底要跟哪一个？那跟对了，哎以后可以怎么样飞黄腾达。假如用这一颗心去替上司办事啊，日子好不好熬啊？每天要察言观色，要巴结阿谀，那累死了。那假如刚好压的那一个宝没有升上去，那怎么办？哇，那他不就捶胸怎么样顿足。所谓一朝天子啊一朝臣，当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啊去侍奉上司啊，那真是累死人，累死人。那假如你是巴结阿谀啊，结果这个长官确实升了，你跟着他升上去，难道人生就好了吗？未必啊。要巴结阿谀的长官啊，他能不能在他的事业当中真正不断提升呢？不可能，因为还要接受巴结阿谀的长官啊，他的智慧，他人生的见地啊还有限，到时候一定会怎么样？一些状况出现，他就会被换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前社会，很多当大官的人可能两个月五个月官职就怎么样就去掉了，那到时候你虽然押对宝了，还是落得啊一场空。所以到底我们要把努力把用心压在哪？尤其公务员人员啊，我们真正要跟的是什么？跟的是我们的本分啊，跟的是人民的需要，这样子啊你就很直言不讳啊去劝诫你的上司了。而也由于你都尽本分，都替人民服务，你的能力呢也会日渐啊提升。当你有真正的能力，好的主管一上任，他要用谁啊？当然要用真正可以办事可以信任的人。到时候啊你不去求机会啊，机会自然而然到你的身边来。所以人生啊假如能够道法自然，你就能够啊水到渠成，你也不会活在啊患得患失之中。好，所以这个是臣子啊应该啊无求的去尽他的本分，去觐见上司。啊，在十多年前呢，我们有出现了
东南亚的经济风暴，哇，很多国家都面临很大的挑战，几乎啊，很多财政问题都垮下来了。当时候韩国啊，出现了一幕，就是啊，一个企业要倒，他的员工啊，把自己的钱啊拿出来，然后去跟企业的领导人说，我们公司不能倒，我这些钱啊，你先拿去用。所以这确确实实啊，君臣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啊，有道义啊，有情义啊，这样的景象啊，在中国，在我们中国人能不能看到？可不可以？要有信心吗？是在韩国看到，请问韩国人跟谁学的？对呀、啊，现在啊，韩国学中国文化，那真是扎扎实实，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一连串啊学习儒家文化的课程，而且啊，整个韩国人他以能学习儒家文化为光荣，为骄傲，所以我们要啊，真正看得懂老祖宗这一块宝啊，不然呢、啊，我们老祖宗的本事啊，确确实实是被隔壁的邻居啊去发扬光大，那我们当子孙的、啊、就没有尽到、啊、本分了。第二个是君臣关系，接下来我们看五伦的夫妇关系。那夫妇之间呢、啊，当然也要言而有信。假如夫妇之间言而无信呢、啊，那会延伸出什么情况啊？可能就互相猜忌，互相啊，讲话当中都有攻击啊。都有揶揄，这样子啊，每天还要朝夕相处，关系就、啊、很危险，所以是要言而有信。那现在夫妻之间听说都有各自的秘密，都有啊私房钱。那当我们都有秘密，都有私房钱，都啊不让对方啊知道我们的情况，当我们用这一份虚妄的心、不真诚的心呢、啊，对方能不能感觉到？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人啊，常常在做自欺呀、啊、欺人的事情。其实这样心里面呢、啊、不踏实。纵使你确实啊留了一些钱在身边呢、啊，但是你的心每天还要啊提心。吊胆，这样啊，有时候留住了钱啊，可能身体都怎么样？每天担心东担心西啊，身体都搞坏了。所以自家应该抱持着一个态度，自家没有秘密，坦坦荡荡，这样最好。那我母亲啊，他每一次呢领的薪水啊通通交给我父亲所以我们家呢是父亲啊掌管这个经济大权。那我母亲从来不过问啊钱的事情，所以母亲越信任父亲，父亲就怎么样做牛做马都愿意。所以其实啊真心信任别人的人啊往往他都轻松多了，所以我母亲不管钱，我母亲啊也不会骑脚踏车，所以每一次出去呢，他都说，他会跟我爸说啊，我就是啊，什么都不会，很笨，那我爸爸就服务的怎么样，很高兴，很有成就感，啊，后来呢，我会开车了，就变成了我也服务啊我的母亲。所以啊，人不要太精明，
什么事你都要管到底，让别人在你面前呢、啊，都觉得很没能力，到最后你就累得半死，然后呢，做的要死，还被人家闲的要死。所以呢，一个人的精明啊，要内敛，不要精明啊，去压迫到别人。所以这也是要中庸之道。所以在言语当中要言而有信，那夫妻之间啊，彼此的心理啊，一定要感谢对方的恩德，感谢对方啊，陪我们一路啊，走完这个大半的人生。那我们男士啊，一定要时时记住，因为有我们的太太啊，帮我们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哪一件事啊？传宗接代，我们的家族啊才得以延续。光是这个恩德啊就报不了了，因为我们也做不来嘛，是吧？所以恩欲报，怨欲忘。当夫妻之间常常都想着对方的付出，对方的恩德，一些冲突呢难免都把它放下，心里常念恩啊，看到对方都心生欢喜，哪有可能会处不好？当夫妻都相处得好，那你每天的日子啊，和乐融融。好，在汉朝的时候，汉光武帝他有一个臣子啊，叫宋弘，为人啊非常清廉，做事很负责任。当时候啊，这个宋弘他做的是司空的工作，也就是掌管啊土木工程，也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那光武帝的姐姐啊，这个胡杨公主刚好新寡，先生去世了啊，汉武帝在跟他姐姐啊谈论，想要啊帮他再找一个先生，也希望呢在大臣里面啊挑出来。然后他就问姐姐，所有大臣里面啊，你最欣赏谁？那胡杨公主马上就说，这个宋弘啊气宇非凡，很有德行。那光武帝一听啊、哦、就知道了。结果光武帝啊就把宋弘找来，就跟宋弘说，一般的人情啊都提到富易交啊，就是一个人啊一有财富之后啊就会换朋友，那人啊一贵了，富贵了呢就会换妻子，好像现在的人情呢、啊、有这个趋势，就套了一下这个宋弘的意思，看他有没有意愿啊娶他的姐姐。诸位朋友，假如娶了皇上的姐姐，就是什么皇亲国戚啊，瞬间就从臣子变什么，变成贵族了。这很多人是梦寐以求啊这个机会。那宋弘呢知道皇上的意思啊，马上呢就跟皇帝说了两句话，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在困顿，在贫穷，在努力人生的过程，有很多的朋友啊相助，而当我们真正有发展的时候啊，这些朋友绝对啊不能忘记。那糟糠之妻，糟糠是指啊很粗的米粮，就是陪着我们胼手之足一起创业的原配夫人啊，不可以把它休了。那宋弘啊讲话很有学问
他假如皇帝说你有没有意思娶我姐姐，那他假如马上就跟皇帝说糟糠之妻不下堂，你不知道吗？哇，那皇帝会怎么样？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所以呢，这个宋弘是娓娓道来，先说了贫贱之交不可忘，哎呀，停顿一下哦。皇帝想说对啊，人生还是要重情义。接着再说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样皇帝就怎么样，不会为难他。所以讲话要有艺术，先后顺序啊重要。就好像呢，你要去劝一个朋友，你可不可以一见到面说来今天我跟你讲一个缺点，他一定会这个噎着了。你要跟他讲，哎，你最近呢哪些不错，好，提个一件两件不错的，再提一件什么应该改进的。好，这样就是啊，讲话的顺序啊，我们也要随顺人情。所谓人情练达借文章。那宋弘啊，拒绝了皇帝，拒绝了胡杨公主这样的情谊啊，这样的气节啊，不只影响了他的家庭，还影响了满朝文武，甚至于啊，还影响了往后1000多年的读书人。往往读书人可能在看书，最近越来越富贵了，本来还想呢换换太太，突然看了就怎么样，收敛一点了，因为这种啊浩然正气啊，可以屹立在天地之间。我也相信啊，当宋弘啊把这件事拒绝以后啊，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满朝文武啊绝对不敢啊把他的太太怎么样休掉。所以读书人啊，他的态度啊是动而视为天下道，言而视为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者，时时都抱着啊学为人师啊，行为示范，所以他的行为啊才能够影响社会风气。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啊宋弘这一份纯心，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要期许啊当家人当社会的好榜样。好，这个是夫妻之间啊要守的信义，守的道义。那第四个五伦关系啊，是兄友弟恭，兄弟之间也要言而有信。假如兄弟言而无信呢，可能家庭气氛呢就会出状况了，甚至也会发生冲突，都说不定。好，那兄弟也有情义，也有恩义，应该啊好好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够让父母啊很放心。所谓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啊，孝在中。这个兄友弟恭，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父亲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好好爱护姐姐，我也没有听过我父亲跟姐姐说你要啊照顾弟弟，从没有听过。最主要啊是父母本身啊就有做给我们看，演给我们看。所谓身教者从啊，言教者诵，真正自己做到了，你的孩子他很自然而然啊看得欢喜就照做了，但是呢没有去做，只是在言语在说教，可能孩子听久了他会不以为然，
到最后还会跟你啊发生口角讼。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有很多的兄弟啊都走向法院啊，为了财产啊都互相告起来了。朱子芝加格言有提到啊，居家戒争讼。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非常忌讳什么诉讼，亲人相告，亲人相告。我们说人情国法，人情也要兼顾啊，因为失了人情就失和了，失和了家庭就不可能兴旺了。所以居家戒争讼，当啊家庭里面为了财产互相控告啊，这个钱啊保证啊留不住了。再来，当兄弟之间都发生冲突啊，已经给下一代做了什么很不好的示范，所以这个家族已经败相已露，所以才提醒我们居家戒争讼啊，讼则终凶。那在明朝时候，有一个女士啊，她姓陈，刚好啊她的父母啊比较早过世，她那时候啊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才6岁，一个才5岁，那她又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了，家里又留了一些财产，结果所有的亲友啊都一直在窥觎啊他们家的财产，那怎么办？人生啊往往要濒临抉择啊，所以抉择要靠啊智慧啊。假如她嫁了，那谁来照顾两个弟弟啊？所以他就下定决心啊，终身啊，就是不是终身啊，现在啊一定全心全意把他的两个弟弟照顾好。所以他又知道啊这些亲友啊都一直在啊打他们家财产，所以呢有一天啊他就拿了很多蜡烛，然后把家里呢点蜡烛啊点得很光明，然后还煮了很多菜啊摆在桌上。因为啊他知道呢这些亲友啊常常在他们家走来走去，所以他摆好酒宴啊就亲自啊在走到外面呢，把这些亲人啊都叫进来，来来来到我们家坐，到我们家来吃点东西。那本来是要来看看哈有没有下手之处啊，结果呢这一位陈氏啊他是主动啊又把他们邀来吃饭，结果他们呢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呢就跟他说啊我们是刚好啊走到这里来哈，结果没有蜡烛了，所以来你们家啊借一下，所以就通通一起请进来一起吃饭。结果每一个人呢都不好意思，也不敢呢看，互相看来看去的。结果从那一天以后啊，他的这一些亲戚啊就没有再到家里来。一来啊是他很有度量，他没有直接啊跟这些亲属啊发生言语上的冲突。那也由于啊这样的态度啊唤醒了亲友的什么惭愧心呢、啊？再来是亲友也深刻感觉到啊，他已经下定决心啊，要好好把他的弟弟啊抚养长大。后来啊，他的弟弟两个弟弟呢也很顺利啊，有了家业，有了事业。他是45岁啊才出嫁。结果终身啊没有生孩子，后来晚年呢
他两位弟弟啊，也是很自然的就把姐姐啊接回家里来奉养到老。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啊为人兄为人姐啊对于啊自己的弟妹啊都抱持着这样的情谊，这样的道义。所以我们为人兄为人姐啊也应该企鹅效法。其实啊当人常常会计较得失，比方说啊我多照顾弟弟了，我是不是啊自己又缺少了。当人常常计较东计较西啊，人生就不踏实不痛快。所以应该啊遇到兄弟困难啊就要全力啊去帮忙才对。所以我们在深圳啊就有一个老师，他的先生刚好先生的妹妹啊在夏威夷工作，结果啊在夏威夷啊生活很困难，先生啊就跟太太说，我希望啊把这两三年的积蓄啊通通寄给我妹妹，因为她在那边很困难。假如是你先生，你要怎么回答？你那时候要想到量大福大，你那时候要想到君子啊成人之美，你要成全先生的什么这一份替啊，这一份有爱妹妹的心，而且也成全他的孝心啊。因为他的母亲父亲一看到哥哥对弟妹妹啊如此照顾，他的内心不知道有多么的安心。结果后来呢太太马上就说，你这个做法我很佩服也很欢喜，我去帮你啊汇钱。当夫妻是这样子的互动啊，相信他们的情谊啊会越来越深厚。虽然呢、啊、我们是舍掉了钱呢、啊、却赢得了家庭的和乐。那俗话又说啊，家和万事兴，既然都万事兴了，还怕以后啊没钱吗？所以人生啊要尽义务，人生啊要看得远，不可以啊处处计较。好，这是兄弟之间的道义。我们看第五个关系，朋友有信。好，朋友不只是言而要有信啊，还要有朋友的信义跟义务。在汉朝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啊叫张绍跟范氏，他们两位啊在太学里面一起读书，感情很好。后来呢各自啊回自己的家乡去，那约定啊两年以后，两年以后的今天啊这个范氏呢要去拜访张绍。结果经过了两年啊，这个张绍就跟他母亲说，我的朋友啊可能今天要到。他的母亲就说了，两年前的约定啊我看可能都忘记了吧，而且两个人的家啊又离了千里之远。我这个张绍就说啊，我这个朋友啊是非常守信用的人，他一定会到。所以他的母亲呢也开始呢准备一些丰富的饭菜啊。那果不其然啊，这个张绍这个范氏啊也如期啊到了张绍的家里做客。那当然人逢知己啊千杯少，那他们的情谊啊也随着日子啊越来越深厚。后来啊
范氏呢，他病危了，病危，结果范氏啊就交代他的妻子说啊，你一定啊要去找到张绍，告诉他呢，我已经快不行了，请他来啊送我。那后来呢就赶快去通知这个张绍，结果因为时间很紧迫啊，张绍一听到消息呢，也快速的赶到范氏的故乡，结果因为已经要下葬了，张绍还没来，这一些在进行这个丧事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在那里量角度，怎么量啊都量不准，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棺木啊葬下去，就一拖啊再拖，结果突然啊张绍赶到了，马上一量就怎么样，就准了，就张绍啊亲自啊将他安葬。所以为什么范氏要去叫张绍呢来帮他办后事，对他有无比的信任，而且他很清楚，他不只会啊把他的后事办好，一定也会啊照顾他的妻儿啊。所以古代那种朋友的情谊啊，我们听了以后啊也是非常感动。在古代啊有另外一个读书人叫朱辉，他们都是啊在太学读书，刚好呢遇到一个朋友啊叫张堪，叫张堪，那两个人呢一起学习，但是啊也不常谈话。那这个张堪啊就一直在观察朱辉这个人如何，后来呢被他的这些言语行为的德行啊感动，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后来有一天呢、啊、这个张堪呢就去跟朱辉说，他说啊，我想把我的妻儿啊托付给你照顾，托付给你照顾。他讲出这样的话是对朱辉怎么样非常信任，但是朱辉呢并没有吱声，因为啊平常也没有很深的交情，就没有吱声。后来可能是张堪啊他自己清楚啊自己来日啊不多了，过没有多久啊就去世了。结果朱辉啊得到这个消息呢，就带着他儿子啊到了张堪的家里，给他送很多吃的很多穿的。他儿子很纳闷，就给父亲说啊，父亲啊你又从来啊没有跟这个人交往过，怎么他死了以后啊对他这么大的帮助。他儿子啊有这个怀疑啊，结果朱辉就说啊，他说当初啊张堪说要把妻儿付托给我，他能这样要求我代表对我怎么样很信任啊，他已经把我当啊知己看了，所以我在心中啊也已经把他当朋友看待。所以古代人啊他不愿意啊背弃他那一念的什么心念，他假如背弃了他一念心念啊他就会良心不安啊。所以纵使没有很深厚的交情，毕竟啊已经把他当朋友，就应该尽朋友的义务。好，所以朋友跟朋友之间有哪一些啊应该尽的义务呢？好，第一个啊当然是要互相劝诫，所谓善相劝
德皆见，过不归啊，道两亏。假如朋友有过失，我们没有去劝，这样就啊，没有尽到朋友的职责。所以第一个劝诫，第二个啊是要关怀，第三个要互相啊赞叹。道人善啊，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第四个啊，不言家丑，不可以把朋友一些家里不好的事啊，都讲出去的，这样就很没有道义了。最后啊，要有通财之意。我们在课程当中啊，对于这个劝诫啊，谈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啊，现在的社会相当复杂，所以人啊，只有一双眼睛啊，不可能啊，方方面面都顾虑到，所以很需要啊，父母、儿女，很需要啊，上司下属，也很需要太太、兄弟、朋友的提醒。所以呢，因为人提醒了，才会对更多的道理啊有所明白。所以我们呢，一来呢要能接受别人的劝诫，二来啊也要懂得如何规劝亲友。所以这个主题啊才会谈得比较多。再来关怀，关怀。那关怀他人啊，事实上我们也要啊在时时处处啊去落实。我们可不能教朋友教孩子说你的朋友跟亲人才要关怀，其他的不用，这样教对不对？对不对啊？人的心啊是一个啊，怎么可以一心啊分两边用？所以当他对陌生人很冷漠，他会不会对亲人很念恩啊？很难啊。所以当他能对一切人都有关怀之心，那离他最亲的父母兄弟哪有可能不照顾的道理？所以我们比方说常常提醒孩子见到啊行动比较方便的人，更应该格外的什么恭敬，因为啊对方的心里啊，因为他人生已经有一点不顺畅了，我们假如呢又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就会让他更怎么样不舒服。所以从这一点点细微啊，长养孩子仁慈之心。比方说在坐公车的时候，只要有老弱妇孺上来，我们马上啊带着孩子让座，这就长养他关怀别人的这种心境。那关怀朋友啊，不只是要关怀他而已，还要爱屋啊及乌。所以当你敬其父，你尊敬他的父亲，他就高兴，甚至于他的兄弟姐妹都怎么样欢喜，所以你就可以跟他的家庭家族啊处得很好。所以叫爱屋及乌。所以常常我们在打电话，也两三个月没联系了，在电话当中你跟他说啊，你妈妈身体好吗？你爸爸最近好不好？虽然是一句轻轻的问候啊，也会让对方的心啊觉得怎么样很温暖。而现在我们又学了弟子规啊，你不止啊可以关心他的父母，更重要啊还可以关心啊他孩子的教育。现在啊几乎所有的家庭大半都会为了孩子的教育怎么样伤透脑筋啊。所以我们在推展了这一年多以来啊，太多的家庭啊都得到方法
家庭的转变啊都相当大。有一个太太啊，我在深圳上课的时候，她全家先生也来，四个孩子都来，孩子也都十几岁了，上初中上高中，一起来听课。结果很有意思啊，这位太太啊，刚好啊，这个夫妻之间啊有一点不愉快。后来上完课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本来都看是对方错啊，听完课之后啊，知道呢我们儒家的核心的心法叫做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所以他这一念心啊，回过头来啊，就觉得哎呦，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没有资格啊去嫌对方。然后对孩子也是一样，以前本来到处都看孩子这里不好，孩子那里不好，现在呢会想说是不是我做榜样啊做得不到位，所以心念一转啊，障碍自然就怎么样去除掉了。所以我们要关怀朋友，进而关怀他的家庭，关怀他的生活。好，接下来要互相赞赏，互相肯定。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常常也会情绪起伏，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朋友的支持，朋友的安慰。又有一句话说啊，文人相亲啊，为什么文人相亲长得什么傲慢，甚至于因为有嫉妒心。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当这个文人这个读书人啊升起对别人的轻慢，觉得自己的学问文章比较好，他的比较差，当他起了这一念心，其实他已经在堕落了。他的学问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啊？不可能的。所谓学问深时啊，意气平啊。真学问的人，看一切人都很平和，都很欢喜，怎么可能会轻慢？所以我们读圣贤书啊，要对峙一个自己的杀手，就是嫉妒之心。而且啊，这个嫉妒的心发出来，不止啊自己受害，不止啊对方受影响，更大的问题是啊，会让社会的人啊受影响。比方说这一个读书人很有德行，那很多的人呢都跟他学习，结果你现在呢又嫉妒他，甚至于啊用言辞啊毁谤他，造成这一大群人对他失去信心，哇，那这个罪过啊可就怎么样极大了。所以一个人假如处处啊嫉妒别人，他一定会越来啊脑筋啊越不灵活，越不灵活，因为他障碍别人啊学习圣教、学习智慧的机会。所以法布施得聪明智慧，那假如障碍别人，法布施就会得愚痴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扩宽心量，去欣赏别人，去力行啊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施勉，见人善及时起，众去远以见机。当朋友跟朋友之间都可以互相随喜，互相赞叹，那团体也好，或者是我们学术界也好，都会一片祥和之气。好，这个是要赞赏。第四个要不言家丑，因为朋友信任我们，
可能会把一些家庭比较隐私的事跟我们讨论，所以这一些话语我们要特别要谨慎，不可以讲出去，因为你有时候讲出去会被有心的人拿去制造一些谣传，这样就会伤到朋友的内心或者他的家庭。所以当别人已经推心置腹了，我们更应该谨慎小心自己的言语。那当然其实家里很多隐私的事也不必要到处跟人家讲，比方说自己的先生有哪一些不好，就到处跟邻居讲，跟朋友讲，讲到最后可能这些话会传到谁的耳朵里？都传到自己先生耳朵里，那他一定会火冒到时候对夫妻关系那可有很不好的影响，而且不止夫妻关系不好还会惹来众人对你的什么轻视、轻慢，甚至也还对你的先生同样的不尊重，这样就很不好。所以对先生还是要隐恶扬善，假如有一天他发现我做的又不是很好，我太太呢都在外面赞叹我、肯定我，他一定会觉得我应该怎么样更努力，不能辜负了我太太对我的期许，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要不言家丑。好，最后一个要有通财之意。这个财不单指钱财物品，我们还可以把它延伸出来，是内财跟外财。内财指的是劳力、经验、智慧，外财才是钞票，才是物品。那因为人生难免起伏，所以当朋友确确实实有很紧急的状况，比方说他的父母刚好生了重病，他一下子又筹不到这么多钱，所以我们要救人为急就赶快有能力的时候呢帮助他。惠不在大，恩惠不在大小，在乎当为在那个危急当中你能够这个送给他这样的关怀帮助他会非常感动。这个是我们朋友之间有通财之意。那我记得在小时候常常开学有一些亲戚愁没有钱注册，给孩子注册，我父亲一定都会拿出来帮忙，而且拿出这个钱我都可以感受到父亲的态度是什么，诚恳以外那个态度就是不会想他还钱了，就当作亲人之间互相的帮助。所以其实父母所做的一言一行对孩子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好，我们这一堂课先上到这边，谢谢。